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满怀欣慰地迎来了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的盛大开业。这是我们集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成果。在此，我谨代表中管世纪集团向出席今天开业仪式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共同见证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的大盛开业，我代表泰国中央总商会表示热烈的祝贺。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 Hello， 萨瓦迪卡，今天丁丁在 TICC Tower 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厦来参加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开业仪式。哇，荷兰已经排到了大门口。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部长、泰国罗永府行政委员会、泰国金莲花集团、中宏信建设、吉泰装饰工程、泰国贵州商会、泰国神东总商会、亚太经济交流总商会、泰国华人青年商会、泰中友好基金会、泰国浙江商会、泰国江浙沪总商会、泰中湖北青年总商会、泰国闽商商会会长蔡小庆、红叶远图、我们康丹会长青花郎。2024年10月4日上午，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于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厦34楼隆重开业，宏基始创，俊业日新。中管世纪集团泰国公司董事长李贵宠先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历史，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怀揣着拓展海外市场的坚定决心，来到了这片充满机遇与活力的泰国大地。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在此设立，就是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加强与泰国当地企业的深度合作，共同挖掘市场潜力，提升经济合作水平，为促进中泰两国乃至全地区的经济繁荣贡献力量。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泰国有关领导和部门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提供的优质服务。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开业大吉，生意兴隆，蒸蒸日上，祝愿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中管世纪集团泰国有限公司的成立，是中资企业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体现。宏华商之道在泰华美誉，衷心祝愿中管泰国乘风破浪，鹏程万里。我是丁丁，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我是苏市长。